另外，民众千万唔通小看握手把这种甲人比较力量运动的威力，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骨折。家己小马病院都有个案，一名少年的女子甲人手球比赛，煞造成手骨骨折的现象。后来在送医，经过手术做类固定治疗了后，已经逐步复原。而且，呼吁民众握手把爱注意安全。握手把爱注意安全。日前，一名二十出头岁的少年女子，甲朋友一时兴起，想要小少来握手吧，比上较有力。混搭之间，忽然听到咔啦一声，发现手骨真痛，赶紧来送医检查，发现是手骨断去。后来在医生用手术的方式做来固定治疗以后，已经渐渐复原。这个扳手往这边下来的话，会造成整个力量，这个肱骨的会造成旋转的骨折，所以这个断掉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医生表示，握手把来握力，因为上臂横骨需要对抗不同的旋转扭力，有可能输掉横骨、髂形的骨折，严重的时甚至会造成腰神经的损伤，所以千万唔好忽视这个握手把所带来的伤害。医生同时也提醒，虽然运动伤害无分性别，但是女性的骨头较脆弱。但是用力不当，将会造成伤害，而且外表强壮，并不是代表骨头就强壮。握手把要注意力度的控制，绝对袂使因为好信心来增强。世新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